今天教大家一款芒果类饮品。毕竟像芒果、草莓这种大众受欢迎的水果，无论在操作还是成本上都是比较好控制的。首先我们把新鲜芒果洗净去皮，切成芒果丁，然后取一个雪克杯，放入零反每星30克，加入少量的热水搅匀。这一步是为了先融化植脂末，防止饮品产生颗粒状，然后依次加入果糖25毫升，提前泡好的茉莉茶汤150毫升，最后我们补热水到500毫升，用把手搅匀，找一个透明好看的出品杯，放入30毫升芒果酱挂壁，做成脏脏的样子，再放入西米1勺、芋泥2勺、芒果丁若干，做好的奶茶倒入进去，这样一杯芒果脏脏茶就完成了。清爽型的奶茶现在非常受欢迎，芒果的话我建议大家选用小台芒去制作。2024年已经到来，在这新的一年里，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饮品知识，感谢大家一直关注小鱼饮品课堂。